歌女团 A 公主邱正恩第一连两日在香港举行的个人演唱会，这日正式开始，粉丝们都非常捧场，全场爆满，气氛仲相当热烈。而着住黑色西装衬透视长裙的恩地一出场就令粉丝们不断尖叫啦。恩地首先献唱了两首歌，然后就用广东话同 fans 打招呼，唔讲唔知，原来恩地嘅广东话发音都好标准噶。大家好，我系仲恩地，欢迎大家来到仲恩地嘅第一个香港演唱会。发现嘅恩地仲喺台上面同 fans 开玩笑添。其实我系。唔識講，但係你哋睇完 show 之後都會 post SNS 噶嘛？可唔可以？可以。為我講個少少嘅底話咧，出 post 嗰陣話，仲人哋廣東話真係講得好好喎。Okay.